观音观追求协会今仔日伫观众乡举办一场纯金木林杯的追求锦标赛，吸引到中南部真济球队报名参赛，互相联谊。协会人员表示，老大人重视追求的活动，会当行出户外交朋友，搁兼顾健身。老大人若是身体健康，对着国家社会来讲，嘛是一件好代志。这项中青木林杯的追求比赛是伫立委张丽生以及原长乡各界支持下，顺利伫原长的万盛树广场举行。分林关追求协会每年拢会举办这项全国性的追求竞赛，希望会当让老大人快乐生活。咱这个活动啊，是每年吼拢有办啊，为了要让咱啊全国的这爱好这个追求的人啊，有这个机会来参加比赛，所以在今仔特别办咱啊。吹球的这锦标赛是属全国性的啊，和大家啊，借这个机会会当互相切磋球艺，啊，会当交朋友，哦，这是咱办这个活动的最主要的这个目标，和大家吼走出来，吼，和大家身体健康，吼，啊，过快乐的这个老人的这个生活。这项追求比赛除了吸引全国各乡镇的球队参赛以外，也有真侪别县市的球队前来互相联谊。啊，这个参加的人啊。啊，咱有按台南来啦吼，有按这个吼，咱嘉义的啦吼，彰化的、南投吼，啊，台中的吼，啊，苗栗吼，新竹的队来参加啦，吼，啊，这是大家互相啦，啊，因啊有办活动的时阵，因为邀请咱分林关队去协会马祖队去甲因参加，这也算讲是一个全国性的这个联谊。协会人员表示，追求运动只适合老大人出来活动经过，所以因是希望政府会当重视，多多支持，因为老人若身体健康，对家庭甲社会拢是真好的代志。啊，相信政府对这方面呢，应该是会重视得到，啊，因为啊。国民大家呐健康，吼、哦、是对咱全国的这个社会绝对是有利的。这项敦青木林杯追求比赛虽然无年龄限制，学生也使组队参赛，但是实际报名参赛队伍绝大多数也是以老人为主。记者余明伟采访报道。